谢谢周深，手都麻了。哇，这首歌好深啊！这首歌，哎，你特别喜欢唱跟鱼有关的主题，我发现。我对就比较有缘吧。大鱼、新鱼，对，但是你是属鱼的吗？我不属鱼。但是萨老师在我的青春当中有一首特别有意义的歌，是李健老师作词作曲的《贝加尔湖畔》。对，因为我是当时正在。对，其实我听过很多版本。当年在好声音的时候，你跟李维那个版本是特别让我这个感动的，因为完全唱出了我写作之外的音乐的情节，赋予了很多新的色彩。我觉得周深是一个天赋秉异天才，没有，非常好。谢谢谢谢。这一段流程里没有啊。是我默默让他夸我的。我还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这一定是周深心里一直想跟李健说的话。对对对对，一直都没有直面的，就是谢谢一下李健老师。哦，周深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因为好的作品，我作为作者来讲，当然有一种期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诠释。但周深他能做的版本，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他的声音的状态，
他整个的歌唱的方法都是不可借鉴和不可模仿的，因为他的天赋只有他才拥有啊。他这个声音可能能让自己变得更高，然后更立体，他完全像一条鱼一样游在空中的鱼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是这些年来新人当中发展的最好的，因为他之前也 是没多少年吧，其实也有一些年份了，也就二十多年，踏入乐坛二十多年了，三十多年，二三。我觉得他就是他特别好，而且他的唱的很多作品，人没有架子，然后又很和蔼，很亲切。李健老师，以您对于流程的猜测啊，当周深都已经说出贝加尔湖畔了，哎呀，而且都已经说出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跟您说声谢谢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应该猜到接下来流程就是，不知道今天是否有这样一个荣幸能够和您现场，啊，套路这么深呢，啊，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这样的荣幸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套路，很久没有在江湖上混了，我觉得知道咱们要不清唱可以啊，感受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合作的版本。哇塞，周深和李健多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合作的，过于临时了，也就临时的，就是临时的，我们就是临时，没有准备的。好，那我来给你们起个调吧，我来给你们起个调。你起调。那个是传奇。来吧，来吧，你们两位。好，我先来。好好。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。多想某一天，多想某一天，往日能重现，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。谢谢谢谢谢谢谢，太厉害了，太经典了，这一定是我们，我都快不记得那个，在今天晚上一个很大的惊喜，而且完全没有事先的准备，完全没有。你看看人家，都不用排练，对不对？没有排练，没有事先的准备，人家一出来，而且和声搭的，我突然就想起我们在大概两个小时以前排练的现场，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们。撒老师，我们这仅仅是一中间的一个彩蛋，谢谢，对，一个彩蛋，一个彩蛋，还有一首歌曲呢，还有一首歌曲的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彩的恐龙蛋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个大的彩恐龙蛋。周深还有一首，还有一首歌，我们让周深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没有没有，因为他的唱法很毁嗓子，直接否定了我的这个专业。